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今天来播种青江菜。啊，首先就是先挖沟，挖沟要沟跟沟之间不要间距太大，适量就好了。啊，把沟沟拉好之后，肥要施打在上面，啊，接着再盖一层土。啊，那个肥料就在半中间，啊，土盖起来，啊，我们撒种子的话，比较不会伤到根，那个发芽的时候比较不会伤到。啊，预计的是准备种这两排啦，我先把这两排拉钩钩拉好。这种子是黑色的啦，啊，比较小颗也看不到啦，不像那种比较大粒的种子，颜色比较明显，一看就看出来。所以说要尽量拌均匀一点啦。今天要播种这个青江菜，它比较喜欢温和的温度，它不喜欢比较冷的，跟我们一般在种例如那个红红一粒那个菠菜啦，菠菜它比较冷是越好，问题是青江菜它的温度比较喜欢温暖哦，啊，当然也不能说太热啦，啊，像现在有冷热交接的时机是最好，啊，比较冷的时候也有人种啦，不过它生长还是适合在比较温暖的气候。青江菜的种子和沙土拌搅好，播散出去之后啊，就可以不用再覆盖一层土，因为它种子比较小，我们拌好它直接播撒出去，种子已经
它本身就会被盖住了，所以说不用再覆一次土了。啊，重点就是你刚种下去之后，这前几天水一定要护得好，要保湿啊。你不保湿的话，会影响到它发芽的时间。啊，最好是说有办法再盖一层，比如黑色网啦、啊，或者绿色网，你方便啦、啊。如果有什么网，可以再盖一层，让它保湿，它发芽比较不会说影响到。啊，今天这个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